策略。这没剪刀的，没剪刀，剪刀是没拿跑的。啊，这是个还有个皮肤感知，这是油石，这是水晶石。要给小孩、老人照照，这是厨房间、卫生间镶都在墙壁砖，是不是？你钉子钉坏了，咱这可以打眼。你打个眼，断个洞，走到全国都好用。哎，你的手，我的手，一点技巧都没有，方便实用。啊，拜拜，这都吃透了。啊。玻璃上、瓷砖上、木砖上，你往都看啥呀？这砖上都可以，一点事没有。只要家里卸个钉，你先把墙卸坏了，啊，是不是？装修花了好几万装修的，你先把墙卸坏了，可以了呗？这打眼都可以。你回家定个开关，定个什么都可以洗，方便。木质上也可以吧？啊，木质木头上也可以。磨木轮的，磨菜刀，磨剪刀，都可以。拿着看看，买不买无所谓，你看看啊，没事。你介绍吧，不看。啊，介绍完了就这些功能。啊，磨刀了呢？磨刀在这儿磨，看没？这是画玻璃的，画大玻璃、小玻璃都可以画，都是画玻璃的，看没？都是画玻璃的，看一下，兄弟，你那也烂，这么简单，这画玻璃的，画完玻璃了，磨菜刀，磨个剪刀。这是磨菜刀的，看没？一拿白，二拿光，三一拿亮白，这磨刀的，是不是？磨完刀之后，这是个狮子，这是个油石，这是个水晶石。你要给小孩照照片，挂钉个眼，打个眼，是不是？都可以用。你不管你挂个什么东西，你厨房里挂什么东西，镶个钉，干嘛的？你打个眼就行，我轻松方便，看没？来看吧，多不容易。佳慧，佳慧，哎，你还没听明白？里边再塞个一次性筷子，你别动那筷子，里边放个一次性筷子，然后照相平的，你钉钉坏也行，你上螺丝也行，怎么都行，是不是？这多少钱一个？20。多功能的，上面带好多功能。叫人磨尖子的。对，磨尖子、磨菜刀、磨剪刀都可以。水平尺、油石都有，钻眼，玻璃上画圆都可以。那是玻璃上定位的，你看圆心、定圆心的画圆的。啊，画圆的。来一个吧，别拿新的。